哇，嗰种穿越啊，同埋电影感啊，系咪搞到你好想即刻玩呢？大家好，我系 Neo。咁咧，头先嗰条片咧就系我示范嘅少少片段啦，就系用呢啲叫 Scene Warp 嘅穿越机拍嘅。咁顺带做少少宣传啦。咁啊，我拍一条 Hong Kong Stand Strong，咁咧里边有80%嘅镜头咧都系用穿越机拍嘅。咁啊，拍香港唔同嘅地方。咁你可以睇下，了解下到底穿越机可以做到啲乜嘢。好，我哋翻嚟今日嘅主题。你有玩过 DJI 嘅 Phantom Mavic，但系你冇玩过穿越机喎。所有人都同你讲穿越机好难玩噶，所以今日讲5样关于 FPV 穿越机你可能唔知嘅嘢，希望讲完之后唔会将你吓走啦。哒哒，第一样 FPV 嘅电池咧。系冇开关嘅，如果你唔小心处理，系好危险噶。好，我哋一齐睇下到底 FPV 系点样开机嘅啦。咁我呢个头怼落去，咁啊开咗噶啦，冇 on off switch，冇嗰啲揿3秒，乜都冇噶，系咪好化学呢？咁基本上呢啲电池呢，我成日觉得佢系，你可以话佢哋系要氧嘅。佢哋唔同 DJI 嗰啲電池啦，DJI 係有智能放電或者係智能去命聽嗰粒電本身嘅 lifespan 啦，但係呢啲電池咧就基本上咩保護板啊嗰啲乜 Q 都冇噶啦，咁啊得個平衡充頭同埋嗰個電源頭啦，咁啊基本上佢係睇落就似一嚿炸彈啦。第二樣 FPV 佢唔似 DJI 咁行咗500米嘅喎，咁佢咪可以飛得好高好遠咯？系你中意飞几高飞几远都得，冇限制，你中意超过500米都得噶。但系你要有相当嘅勇气同埋技术。你如果飞 long distance 咧，你系需要 set GPS。而你问每一个玩穿越机嘅人，佢都会话俾你听个 GPS 咧系好原始嘅，而且唔系好可靠噶。你每一次起飞之前都会好怀疑到底个 GPS 系咪 lock 得到啊？取而代之，如果你唔识得 set GPS 嘅话，你飞到500米。以外咁遠咧，你嘅機只有一個動作可以執行，就係 drop。意思係咩咧？就喺500米嘅空中自由落體，擊落地面。但係佢飛得遠唔遠咧？都 OK 遠嘅。嗱，我嗰個接收器啦，同埋個圖傳啦，大概可以飛到1-2公里，我相信都冇問題嘅。咁但係呢個都係理論值，最緊要係睇下你附近多唔多障礙物。嗱，以呢個地方為例啊 ，OK。你望得到的地方全部都飛到，我都膽講呢啲咁樣嘅車後面都飛到嘅，或者呢條路飛上去都可以飛到一段距離嘅。但係咧望唔到嘅地方咧，就建議你唔好試啦，因為你好有機會咧冇一部機啊。第三樣嘢，我想玩 FPV 噶，不過我新手，我對自己手機冇乜信心，我驚我隻高保裝上去唔夠2個鐘啊，就炸到粉身碎骨啦。好啦，咁讲到高普啦，我初头以为部高普会好快俾我炸爆啦，但事实上经过1年嚟无数次非常之强烈嘅撞击之下咧，都系冇事啊。咁、那个原因就系因为咧，大部分嘅用家都会用呢一只嘅 3D 打印 TPU 嘅座啦。咁因为佢系有韧性噶，基本上你撞嘅时候佢就会有少少嘅 elastic collision 喺一边咧。令到基本上嗰啲力射曬嘅時候咧，你部高普咧係好難炸爆噶。第四樣嘢，FPV 咁輕咁細只，斷估出街冇 DJI 咁論準啩。FPV 出街咧係好重裝噶，你唔好以為好輕啊！佢架機又輕，佢啲 friend 咧一啲都唔輕啊！我哋一齊睇下啲咩？嗱，呢啲咧係一啲維修嘅 propeller 啦，一啲螺旋槳啦，跟住有依個 remote 啦，跟住有圖傳眼鏡啦，跟住有電源啦，電咧大概會帶5至6粒嘅一般。機者本身啦，GoPro 啦，啊，第五樣嘢，我新手入門，我驚我自己連定高都做唔到喎，即係嗰啲咧喺空中定喺度嗰啲。咁我咪應該買嗰啲有定高功能嘅穿越機呢？冇錯，如果你 search 定高咧，的而且確係有林林種種嘅選擇嘅。但係你千祈就唔好揀嗰啲，因為咧佢哋多數都係用呢一隻控噶。而呢一隻控咧，你玩得耐，你就會發現自己俾人服咗噶啦。
多數真係玩穿越機嘅人咧，係玩呢隻樣嘅控嘅。而你所講嘅嘢咧，並唔係定高嗰啲咧，喺空中平穩喺度嗰啲叫自穩啫。定高咧係飛到超級高，跟住海拔唔知幾多米嘅時候定喺度嘅時候，嗰啲就叫定高啦。而如果你只係浮喺度咧，嗰啲叫自穩。咁而大部分就算咁樣嘅樣，好化學嗰啲飛控咧都做到噶啦。所以咧，千祈唔好買一啲有定高功能嘅所謂穿越機啦，嗰啲唔係你玩嘅。如果你想練習 hovering 嘅話咧，就有方法噶。你冇信心嘅，咪喺草地練咯。跌咗都唔傷啊嘛，係嘛？OK。就咁簡單啦。如果以上呢幾樣嘢都冇嚇走你，咁恭喜曬啦！你可以加入我哋 FPV 大家庭啦，一齊走火入魔。好啦，如果你真係對 FPV 有興趣咧，我有最後一個建議，就係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因為我會持續咁樣推出唔同嘅影片去講穿越機嘅。OK， 咁我一定會持續咁出片嘅，咁記住 subscribe， 記住開埋 notification。好，今日講咗咁多先，拜拜。